宇浩，压制李洛尘。我一个大魂师能压制得了一位魂王吗？这俩辅助系正选队员没一个等闲之辈，都要时刻忌惮英勇中的刺客魂王之气。我怎么觉得他这剑释放的是尸山血海的味道？邪魔白虎三大魂技齐发，暴涨的气势，这戴华斌完全不能抵挡。等一下，我绝强的单体攻击，火力集中。接下来若还是同样的战斗，可没什么意思了。